要你要练一辈子啊，是不是？你这就已经我觉得非常的令人敬佩了啊。但是是吧，这个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，咳咳，老前辈。啊，我对，给要给面子，要给面子，老先生要给面子。所以我后来，你比如在南昌，很多有些老先生说要给我动两下，我说不会，我说搞不过，我说搞不过，不玩，不搞，搞不过，不玩，玩不了，玩不动，不会。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，兄弟，有时候这样子的，你比如说，我也是一个比较要面子的人，我要搞，我要弄，我绝对不会选择输，输了不好看，是吧？但是有时候如果说对方实力太差，你也不能赢人家，赢了人家面上没有光啊，没有光。有没有打假的去？什么打假 ？DB 打什么假？就来我这儿打假的是吧？是不是你说我去打别人的假，我从来不干这种事，龌龊，什么真不真假不假，哎 ，DBC 不能干这种事，你 DBC 兄弟，你练拳击的，你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的打假是怎么打，他打得过谁就是假，他打不过的就是真，以他为标准，你这是很龌龊的一件事情，这种事不能干，啊，专门找你打得过的人打，然后说人家是假的，你不觉得很龌龊吗？啊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是人干的事吗？兄弟们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到公园，我有时候到公园各大南昌各大公园走一圈，你很多老先生人家练拳练一辈子，当然很多是玩了一辈子，我见谁我都发言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年代很多老先生时代的局限，让他根本学不到东西，他只能通过什么武魂呐、金武杂志啊，通过这些手段去学，然后人家练了一辈子，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。是吧？我去哪儿？夸我，我，比如说我抽7块钱的烟，我去趟公园，我得买包50的，是吧？出门在外不得揣把好烟嘛？见谁我都发，是不是？不能干这种事，打人家的假，这很龌龊，是吧？我曾经听过一个最操蛋的一种说法，什么打不过就没有资格开拳馆。如果说这种理论成立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世间只能有一家拳馆。所有的人都没有资格开，只能有一家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开，那他就是那一定是那个天下第一的人可以开，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开。我说对不对？不能干这种事，不能干这种事。哎呀，有很多人很坏啊！那个看人家老头，看人家老太太啊，看人家小个子就打人家。每个人练拳的初衷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练拳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。你搞人家干嘛？是吧？大家不好吗？是吧？你确实想打，你去找想打的打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啊，我之前直播的时候说过，我说咱们这个世界上，咱们这个武术圈或者咱们这个圈子里面有两种人最无耻，一种就是那种搞养生的，天天说人家那种搞实战的死得早；还一种就是搞实战的，天天说人家那搞养生的不能打。我觉得这两种人特别无耻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你搞养生就好好搞你的养生，你不要去管人家练积极的怎么搞，你搞实战的你也别管人家搞养生的怎么搞，你好好的搞你的实战，各玩各的嘛，是吧？一袋面粉在这儿，喜欢吃馒头做馒头，喜欢吃面条做面条嘛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啃的馒头说面条不好吃，你不好吃人家就不能吃嘛，是不是？本来就是我们讲现在讲什么格局，这不就是格局嘛，啊。唉，习武不能斗狠是吧？也不是说不能斗狠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坏处啊。年轻人他肯定好勇斗狠呐、啊，是吧？但是好勇斗狠他要吃亏啊。比如说绅士兄弟，你好勇斗狠可以，我认为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好勇斗狠，你要做好吃亏的准备，是吧？有可能吃小亏，有可能吃大亏。
你把一米九五啊，没，我是啊，是吧？你在公园练拳，我跟你讲，所以说很多人说打假打假，他是看你，他看得过你。比如说你说你一米九五，比如说你只有一米五，然后五十公斤，人家就打你的假，他看你好打。所以说打假它本身就是个伪命题，它是要这个打假是要打双引号的。吃亏斗狠，年轻人都有的。对，老师那个说拿学生对练的，他没有想过连数一样。我不知道说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云流。我觉得各玩各的嘛，是吧？就跟喝茶的，是吧？喝茶他妈的也有鄙视链，哎，是吧？喝生普的，喝岩茶的，谁也看不上。谁看不上？就觉得喝生普喝岩茶才是喝茶啊，其他的都不是喝茶。你管人家喝什么嘞？你自己喝你自己的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喝你自己的就好了。很像收拾踢馆人的事情，没有这种事，没有这种事啊。微微，我们都是天天笑脸迎人啊，哪这种人？没有这种人。我们是讲道理的，我们也读过两天书，也知道是以理服人，知道吧？啊，喂喂喂啊，别动不动打打杀杀不好。就那个拿贴山靠叫你拿别学生对练，会什么内伤，会有这种话。云流他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他说的是有道理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拿这个学生对练呢？我为什么拿他练呢？因为我知道他的实力，是吧？我这么多学生，为什么单独挑他呢？你明白吧？啊，我不是随便挑一个，我不是随便挑一个，我肯定是挑一个我 OK， 我觉得他行，啊，他不行的我都不搞。你比如说平时大家练功力，磕胳膊，我从来不跟我学生们磕，我让他们自己磕。大部分踢馆的水平不怎么样，无知者无畏。踢馆这种事也是不道德，知道吧？也是不道德。那是脑子短路了，脑子短路了。其实像现在好一些，你像一零年两千年左右，那种所谓的踢馆，那不是踢馆，那敲诈，明白吧？敲诈，天天到那去，啊，天天给你搞，最后你得花钱了事。我很多年前，我一个朋友在泰国，他练过两年的，在正儿八经的泰国训练过两年泰拳，后来他在东莞，在长安。在东莞长安那个图书馆开泰拳馆，天天有人到那儿去要跟他打。他刚开始他也动，后来发现问题不对啊。比如说今天他跟小明打，小明打不过他，第二天小明叫小张来，小张干不过他，小张叫小李来，小李又干不过他，小李叫小猪来，你明白吗？他天天来，后来才发现他妈这帮人是一伙的，他就来闹事，明白吧？啊，最终，你看我的朋友那还可以哦，是吧？最终花钱解决，啊，坏得很。对对对，他不收保护费，他就来闹事。那个年代就这样，所以那会儿为什么湖南人又会有湖南帮、河南帮这个帮那个帮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帮？为什么要有商会呢？是吧？我在这开店，是吧？你来闹事，一个电话过去，商会的人来了。是吧？我们是外地人怎么了？我们外地人多，不怕你。啊，人家过去广东潮州帮，是吧？那这种都不是抱团取暖，是吧？不是说到最后谁来了，他们那帮人根本就不练拳的，他们就是来闹事的，来闹事。现在这种事少了，现在这种事少了。
现代人闹事都是本地人欺负外地人嘛，是吧？本地人欺负外地人。摊店的就是你开个店啥的，直接给你打电话，五千不能黑你。摊店是吧？那不黑社会嘛！我操，那太无耻了，摊店的。八拳有啥泄气动作吗？什么叫泄气动作？对，现在都报警，对，报警是最直接的，报警最直接的。你知道我们这边社区的民警我们都很熟，这边社区的民警我们都很熟，社区民警我们都非常熟的。有器械脚械，有八极拳刀枪剑棍什么都有。对，很无耻，对很无耻。之前 JY 之前还有人来我这儿探店呢，啊，来我这儿探店报这个，我不知道这样说兄弟们会不会不高兴啊？报这个国产手机，说来我这儿探店，是吧？因为我据我了解，所有的这个探店的，就是稍微正规一点点吧，都是用苹果。为什么？苹果的这个是拍出来的效果，它确实比国产的要好一些，要好一些。啊，拿这个 vivo 探店，我兄弟，我说你在哪儿？我说你哪个平台的抖音？我说你抖音多少粉丝？啊，他点开来一看，我说兄弟，我说你的粉丝没我多。我说你要到我这儿拍段子，你要给我钱哦。我说如果，我说你上百万粉丝，你来我这儿探店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是吧？你这几千个粉丝，你来我这儿探店，你开玩笑啊？我说有道理吧，兄弟。啊 ，vivo 对 vivo 拍照还可以，那拍视频肯定是不行的。20号，对，20号，但是冯先生19号你就要到。哎，冯先生，你是，我看一下你是你吗？啊，对，冯先生19号就要到嘛，19号报到嘛，19号报到，20号开始练嘛。冯先生是山东的哈，山东的，还有一个山东的，冯先生还有一个山东，你看这次来这儿参加这个寒假班的很奇怪哈。两个山东的，两个浙江的，两个上海的，还有两个哪的，啊，都是一对一对的来，一对一对的。为什么不在抖音卖线下课呢？你买吗，云流？你买吗？唐老师晚上好，我很想给你点赞，可是我不知道哪点，我50多了。双击就是双击屏幕就是点赞。到哪里了？到我这儿，冯先生，我们不是说了吗？都是提供住宿的呀。到哪儿？到我这儿，19号就到这儿来嘛。你买吗，云流？你买吗，云流？问你啊，你买不买？没有地址，微商没给你发。你到时候嘛，云流，以后我跟你讲啊，小伙子，你以后你千万不要问别人这样的问题，知道吧？云流为什么这样说的，是吧？你因为你是我的课件学员哈，我有的话我就直接的干脆的我跟你说，云流，如果说你买过了，你再问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你都没买过，你问这样的问题，人家街上来问你买吗？你看你都接不上话呀，是不是？你年纪小，你不懂。你像在我们江西有句话哈。提建议之前先准口袋里要装好钱啊，比如说过年回家看这条路挺破啊，你在家里说，哎呀，要是把这条路修一修就好了，你可千万别说这句话啊。你说这句话之前啊，你在这准备啊，是吧？
不然人家说一句，那你修啊，你怎么接啊？我说对不对，兄弟？我不知道你们那儿，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是不是这样。我们江西，江西人很实在的啊，啊，提建议之前，你先准备好家务事，你没准备好家务事，你千万别提建议。啊，多远？不远，不远，很近，很近。我这是离进厂比较近的。不能浪花掉地上，对对，受用吧，听话啊！你是我的学生啊，你是我的学生，我就说，你不是我的学生，我不能说，我不能多张了嘴啊。很多怎么不参加？这频繁你参加了是吧？你参加了是吧？频繁。今晚上有没有兄弟买了我的课、啊、有没有兄弟加入我的教程呢、啊、还没干，到哪都这样哈。云柳，你说我是先买哪个课？你买了什么课？等你练的差不多了，你必须得去，随时欢迎啊，贼外兄弟。没干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去嘞？啊，平凡，你没干，你怎么知道我没去呢？我以为你去了。ZY 那个八极拳精修补遗可以看看啊，当相声听，听我讲全理啊，听我讲全理，看看除了老爷没看到你，说明你心里没有我嘛，平凡，说明你心里没有我嘛，是吧？将近200人你就盯着老妖了啊，你其他的你看你瞅都不瞅一眼啊，是吧？平凡，你瞅都不瞅一眼的，你就知道看美女，你别人都不看你啊，平凡。理解男人啊，理解你啊，将近200人你就瞅到老妖，别人都没看，哎，是吧？哼，你看这点小心思一下被我看到了哈，刺猬是吧？嘿嘿，是啊，所以说为什么我师姐直播间人多呢？人家第一长得漂亮，第二说话好听，第三功夫好，是吧？人家是集技艺与美貌于一身，我们是不行的，我们是技艺也不行，长得也不怎么地，那所以说直播间只有30来人，这没办法，所以说不能就比下了，人比人会气死人，咱们就这么地吧，做好自己。看一下啊 ZY， 你现在别看 ZY， 你现在别看，这个什么时候看呢？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听，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听，明白吧？嗯，对呀，对呀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这个，我一句话过去，把很多兄弟顶着南墙上去了，你想想，搁谁都不喜欢，是吧？搁谁都不喜欢咱们，啊，但没办法呀，是吧？我不能因为直播改变自己啊，我就这样啊，是吧？我只能是这样子。开始换镜了，你的妆，我跟你讲 ，ZY， 以后练拳不要穿拖鞋练。
啊，不要穿拖鞋练。肯定有兄弟说了，那唐强，你练拳为什么穿拖鞋练呢？我打基础的时候也不穿拖鞋，我打基础的时候也不穿拖鞋。兄弟们啊，这个八拳精修补遗强烈推荐啊，穿教徒弟的时候要穿拖鞋练，是不穿，我都不穿鞋练的，不穿鞋练，不穿鞋。不穿鞋垫才能更好的体会到那个发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这位兄弟，刚开始学拳需要有那么一点仪式感，明白吧？不是云流，其实很简单，是干嘛呢？是。你的老师觉得你练得还不错，这叫做小成。什么仪式？就比如说我们练拳，你不要穿那个西裤，搞那个皮鞋这儿练啊。你比如说，你可以选择哎，穿上练功鞋，明白吧？这不就有仪式感了吗？是吧？就跟我们喝茶一样的啊。你看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往那里一堆，这仪式感就来了。是吧？你喝着也甜一点啊！你拿个破玻璃杯搞一下，感觉没什么味道，啊？那什么是大成？不知道什么是大成呢？啊，不知道什么是大成。觉得穿什么鞋练拳最好？穿李宁的练功鞋，李宁的。叶问当然是叶问打泰森了，叶问肯定是。穿李宁的练功鞋嘛，啊，那个李宁的武术鞋很好，贵是贵一点，那就好，啊，还是那句话哈，这个清欢，啊，不会走错路的，不需要，啊，你有地方放就不需要焊，是吧？你有地方放就不需要焊，你没有地方放的话就焊一个。人家老要发视频，你没发来我开玩笑了，平凡兄弟，你看着急了都，没听不出小唐在开玩笑吗？嗨，好，不开玩笑了，平凡兄弟，不好意思哈，那又得罪了一个朋友，你看看，又得罪了一个朋友啊，你看看，开玩笑呢，兄弟。好，感谢 CC 啊，感谢 CC。在练八拳的路上，老师就像一盏明灯，拨开我道路上的迷障，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我去，这位兄弟很官方啊。感谢兄弟哈，没多长时间瞎练啊，乾坤瞎练是吧？感谢啊，这位东北小伙哈，1.8米的大个子。
这兄弟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那个嘞。ZY 兄弟，这个学习能力很强，学习能力、模仿能力很强。ZY， 我今天跟你说那个降龙啊，伏虎，你知道你错哪了吗？你不知道，我在这跟你稍微比划一下，你知道吗？ZY， 你知道你错哪了吗？行，对，是吧？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了，你不一定做到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课后指导更重要。课后指导，你知道就行，他知道就可以，知道我就不比划了。对，有时候是吧？这个难免的哈，刚开始学拳，难免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，所以老师的这个引导很重要，指导很重要啊。我们要看你的拳，看你的动作。对，他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把他练拳的视频发我看，很认真。希望ZY兄弟啊，能一直认真下去，啊，一直认真下去。进来朋友双击一下啊，你看这个点赞到了13000啊，点个15000啊，虽然我也不知道点那么多有什么用，我听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点一下。哎呀，感谢兄弟们哈，有流量推送是吧？八极拳，台湾的八极拳和咱们内地的有啥不一样？那不一样的地方很多，小萌，不一样的地方很多，不一样的地方比较多。你即便说这个小萌，即便说内地的，那它不一样的地方也很多，啊，是吧？好，感谢拿铁哈，感谢。一家有一家的练法吧，啊，一家有一家的练法。13700，拜拜。哎呦，1990，这么晚吗？你只听说过李书文，那确实是高手啊。兄弟们，你们要明白一点哈，但凡能史上留名的，那都差不到哪去。咋赞比较好？正确的赞嘛。汉文，咋赞？正确的赞。正确的赞会比较好。哎，1990，昨天我给你发那个，你有看吗？哦，晚上8点是吧？哦，对，我忘了，对，我总联想到你那是新加坡，你那不新加坡。台湾八极都传砸了，把八极拳带来台湾那个人就都砸火不练，你不能这样说，只有一个版本对吗？版本多了，乱，我搞不懂别人了，我搞不懂，我只管我师傅怎么教我的，我怎么练啊。搬招伏虎打天下，伏虎厉害，对吧？伏虎厉害，看了哈，是吧？可以解答你很多的问题，我把这些很多问题归纳了一下，不同时期的一些，就是很多粉丝的一些问题，包括这个问题那个问题。几乎一样啊，个别有出处也很正常，好，感谢兄弟关注哈，感谢关注。
一两个动作，这个我一位非常尊敬的，你从来不提师门，是不是想，是不是不想乘凉？你说谁呀？你说谁呀？平凡。这个谁？这个云流啊，我一个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啊，曾经跟我说过，多一个动作少一个动作不打紧啊，多一个动作少一个动作不打紧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。不过说一个拳术的形态上啊略有出入，我觉得也正常，也正常啊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这个踹裆，你看踹裆我们都震这个后脚跟，是吧？你看踹裆的时候是不是后脚跟一震，是不是啊？其实震不震都对啊，震也行不震也行啊。啊，我那不可能啊，这边那不能拍死啊。任何时代都是有法治的，传统武术和散打搏击有什么区别？刘嬷嬷你好，首先兄弟我这个更正一下啊，传统武术和散打和搏击有什么区别？散打搏击是两种东西，明白吧？啊，这句兄弟，你就这句好像问我乒乓球和篮球、足球什么关系？篮球、足球是两样东西，它不是一样东西。你又感冒了，感冒了很正常哈，感冒了很正常啊，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感冒才是对的啊，兄弟。嗯，好好多喝开水啊。是他们昨天我1.5万了啊，1.5万了。无所谓了，多几个动作少几个动作略有出入我觉得都很正常。踹裆正脚是为了体会下踹和对对190。但实际上这个90兄弟啊 ,1990 兄弟。比如说你已经体会到这个劲了，不正也可以。哎，罗纳尔少这个说得好。会唱小苹果？会啊，怎么不会？路子会。你想听吗？路子，你想听吗？看到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世间万物不都一样吗？刘嬷嬷兄弟，你做什么行当的？这很正常啊。好，感谢兄弟分享啊。文无第五的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这个干什么都，你在上学是吧？我上学，你慢慢长大就好了，是吧？啊，所谓文无第一啊，大家都不想争第一，那也是扯淡。你看看民国时期那些文人骚客，那都是互相对骂的，写文章骂呀，互相瞧不起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过没有啊？你们看过民国时期那些文人墨客吗？啊都写文章互相对骂的，不也是一样吗？那互相瞧不起，互相瞧不上，是吧？哎呀，那个谁呀？现在不也是高考比排名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我就给你唱啊，我就给你唱。直播嘛，娱乐为主啊。是啊，互相瞧不起是一种高傲，互相瞧不起是一种高傲，也正常，是吧？咱们说句熟悉的话，谁不想当老大？谁想当老？谁想当千年老二呀？是吧？但是兄弟们，你们这儿要明白一点，但凡有人在骂你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兄弟你还可以，你还可以啊，是吧？你想想，鸡不叼狗不啃的，啊，谁看着都吐口痰的，谁骂你呀？
你还行，所以有人骂你，所以有人诽谤你，所以有人会屌你。我说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？你做了事就会有人说你，你不做事，你天天在家躺着，你谁说你？那除了父母说你，没人说你。不不不，散打是散打，搏击是搏击，两回事，两回事啊。两回事啊，散打是散打，搏击是搏击，两回事。散打和搏击有什么区别？散打呢，它讲究的是踢打摔，记住了哈，踢打摔，用脚踢，用拳打，摔法。搏击不是，搏击不是，搏击它会有膝，明白吧？它会有膝撞，哎，明白了吧？啊，散打是以点位为主要，打点啪打点，哎，扣分制，啊，搏击不是。啊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！所以兄弟们，这个刚刚那个谁说的很好，这叫项目，每个项目的不一样。有争议总说总比不被看到对。他骂人是用自己的本事吗？你们知道林徽因吗？是叫林徽因吗？林徽因你们知道吗？林徽因你们知道吗？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哲理？毛理啊，平凡毛理，有什么哲理？我们书也没读过几天，有什么哲理？林徽因你们知道吗？是叫林徽因吗？啊，徐志摩追了半天那个，是吗？是叫林徽因吗？我忘了，民国才女是叫林徽因吗？林什么？对。啊，知道哈，是啊，林徽因，你们知道冰心当年写文章骂他，冰心啊，写东西骂他，为什么骂他，是吧？为什么骂他？这不好说，你们自己去看，不好说，你们自己去看。那好多人追，所以人骂他，啊，是吧？你没人追就烦，挺烦，啊，没人追就很烦。所以这个你像我早年间特别喜欢看王朔写的小说啊，包括他王朔写的玩的就是心跳啊，你们看过吗？啊，等等小说我比较喜欢看。是吧，王朔以成语一话整理得很好哈，因为我看到清欢说的这个贵圈关系很乱，我突然就想到王朔曾经说过这么句话啊，原话怎么说了我忘了啊，大概意思是什么呢？大概的意思就是类似于，我本以为啊，教师这个行当是纯粹的，结果当老师；后来我觉得军人是纯粹的，结果参了军；再后来我觉得作家是纯粹的，于是我当了作家。后来发现没有哪个圈子比另外一个圈子更为纯粹，是吧？当你觉得，就是意思告诉你，当你觉得总有这么一个地方是这个一片净土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还没进这个圈子。你进去了这个圈子，你发现一山过了这座山还有一座山啊！你不要以为你登顶了，没有，过了这座山还有山啊！每个圈子都差不多，每个圈子都差不多。我看披挂的这些硬度，只是披上基本受不了。哎 ，JY， 你讲的很好啊 ，JY。我跟你讲哈，这个硬度的东西要去练的，要去练的。如果说你没有练过胳膊上的功夫、手上的功夫，你劈上对方，对方疼你也疼，你也疼。不要叫我肖大师啊，这个刷一个这个路子啊，你刷一个这个嘉年华哈，啊，我给你搞一搞，好吧？你既然叫我大师嘛。啊，大师那不一样的，人家很多人叫我小唐啊，叫我唐强，咱们都不一样。你叫我大师，那这个开玩笑，大师的这个门槛是很高的嘞，是吧，兄弟们？啊，我说的对不对？那大师的门槛很高，来刷个嘉年华，你说怎么练？我咔给你整，啊，是吧？我说对不对，兄弟们？
你张嘴张嘴就来，哎，你张嘴张嘴就哎哎哎哎。手指迎面骨有点缝隙，没关系。谁是鬼知道谁是肖大师？鬼知道。手掌迎面骨有点裂缝，没关系吧？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会有裂缝呢？不要张口大师闭口大师哈，啊，你要讲大师，大师的门槛是很高的嘞，啊，你爬都爬不进来的，啊，反正你震的，你干什么，秦淮，你干什么？怎么还能把你的一面骨给震裂嘞？讲得出来，用得出来就是大师是吧？那大师这么好当吗？那咱们这个抖音上不是人人个个都是大师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好了吗，秦淮？你好了吗？问题的关键，你好了没有？你买过我的课，你买过我的课管什么用啊？买过我的课多嘞，路子。你买过我的课，你要加我的微，明白吧？啊，你没加我的课，那等于没买我的课。为什么这样说嘞？我的课程是包含了我的课后指导的。你买我的课只是三成，你就加剩下的七成，你都没买呀？啊？是不是课后指导还有七成？那我这里所有的网课学员是吧，哪个没有我的微啊？我都指导过他们，我都指导过。平常好好的锤门被震了啊，没事。秦淮，你还在那个嘛，你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的话要去医院看一下啊。你就不要，你又叫大师哈，又叫大师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我其他学生我都是免费的，哎，但是路子兄弟，我知道你我要收费啊，我知道你我要收费啊，问一个问题50块啊，50块少了，问个问题5000块啊，大师嘛，大师的门槛很高的，不能你随便问啊。我知道我其他学生都是免费的，那对兄弟你例外啊。兄弟们点上啊，点上啊，记住了啊，路子加你快才3000是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秦淮，问题不大，没有关系。多久了？好，90，回头我安排一下，好吧，90，回头我安排一下。好几年了，问题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练吧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一趟小加一个群，单打一个群，练枪一个群。没有成见，因为我觉得大师高不可攀的，是吧？我们是一个小老百姓，你叫我大师，我突然觉得自己高了，是吧？高了的话，那收费也要高，啊！我只想做个小老百姓，本来是想以这个，啊，普通人的身份和大家沟通交流，是吧？你也要把我抬起来，啊！那我兄弟，我就不能让你，啊！分阶段的群怎么看？忙不过来啊，90兄弟，忙不过来。你回头你这么多群怎么弄啊？是不是？耶，一念之间，这还有老粉呢、啊。一念之间，第一次看你出来、啊。1990，我跟你讲，有好多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在看我的教程，好多。像兄弟你啊，你还不一样，你像很多在外面定居了的，
啊，在外国定居了的，他还买不了，他还得通过国内的很多人去绑定这个东西，他才能加入。你知道的，你在国外你知道，是吧？他还得找国内的人绑定才能加入。好，很多很多通过这个我的教程在学，在海外中国人。你这里不是有常驻的徒弟吗？他们帮你也能，哎，那怎么行呢？190，那不行。兄弟啊，我跟你讲哈，你们看我的教程，我就得去指导。啊，很多人问我这个是不是你加了我的微，问我是不是客服，不是客服就是我，是吧？190啊，你就站在我的心态上来讲，我如果说买了某个老师的教程，我当然希望得到他的指导，而不是希望得到他学生的指导。你说对不对？将心比心想一想嘛。啊，将心比心想一想，他们在拳馆线下能帮我去分担一些教学任务，啊，分担一些教学任务，但是线上的指导，我觉得还是我亲自来比较好，是不是？你不然的话，有时候在微上解释不清，我还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比划，那微上不是我解释，那我到时候怎么比划？找我老师学炒菜，老师叫你去洗碗，这很正常啊，啊，你不都是从学徒开始吗？啊，你找老师学炒菜，呵呵啊，都得从洗碗开始的了，所以我都会去指导。大师，但是我不想当大师，明白吧，尔少，啊，罗纳尔少，明白吧？我不想当，我就想当一个市井之人呐。啊，晚上外面吃个宵夜，咔一脱衣服往身上一掸，打个赤膊就吃的，穿个拖鞋就出去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就想做这种人，啊，我就想做一个教拳匠，明白吧，兄弟？啊，就跟理发匠一样的，啊，厨师。是不是？我就想干这么个事情，啊，是这个大师，什么宗师，谁想当谁当，我不当。老师，江西方言重不重啊？我不知道。火云邪神是吧？拖鞋标新立异。吃喝不愁，逍遥自在。哎呦，兄弟啊，90兄弟啊，你说我们包括我也好，包括咱们42个兄弟，有几个人吃喝不愁的呀？都愁啊，是吧？你家底厚你不愁，你家底不厚你干什么你都愁啊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家底薄的，你即便说在你在事业边你也愁啊，是不是？都愁，很难逍遥自在，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啊，现在翘不起来，那个垫子很厚，买的最好的。那个垫子现在很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平时练摔法，我们平时要练摔法啊，你垫子薄了，学生扛不住，啊，学生扛不住，要练摔。哎呦，海清，哎，海清你好，双层的是吧？都是双层。OK， 对，买个架子拍视频，多沟通啊，兄弟，多沟通。8点，你这会儿才9点钟是吧？你们那会儿才9点钟，不到9点。八点，哦耶，
OK OK。八圈小架十二路，不要学那么多毛毛啊，不要学那么多，也学不到那么多，啊，也学不到那么多。跟你学八级怎么收费？私信我啊，私信我，咱们直播间就聊拳。比老师买少一点，最近才练完一路啊，挺好。怎么了？等一下哈。怎么了？去吧，早点，早点回来啊！哎呀，叫我去吃宵夜，我操！叫我去吃宵夜，不去。光小架都练很多年才练，你练你不，清欢兄弟啊，你就是兄弟们有一个很一个错误的认识，啊，你不管有几趟，不是说。这顿摆这儿必须你得学，明白吧？不是说我强逼的你清华你必须得学完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能不能学到那看看那个的啊？八拳小架打架具体有什么分别？我也不知道，泯灭兄弟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大架，泯灭，我们没有什么大架。没有什么大家，那区别大了，那区别大了。小架呢，强调是一步一桩，啊，一步一桩；单打呢，强调是三五个动作，啊，一个爆发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买的课能自己学会吗？哎，兄弟，全靠自己学不会。你在学的过程当中，我会去指导你，这样是可以的，明白吧，兄弟？所以说，我的课程是包含了我的课后指导的，啊，全靠自己怎么学？我一脚窜进十米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我反手一个禁言，哎，你看你就几千米以外去了。明白了吧，这位兄弟？啊，课后会指导，啊，呵呵我想反手一个禁言就消失了，你看多厉害！现在说键盘厉害，看到没有？一个月小架能学好吗？你得正儿八经的练啊，正儿八经的练那可以啊，可以。你不正儿八经的练，你肯定是不可以的。云流啊，是吧？你还问我这样的问题？是不是你在学的过程当中不和我沟通，你全靠自己，你别说一个月，你就是练一年你也什么都不是啊，哪对了哪错了你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你跟这个前两天跟 ZY 啊、哦、今天跟 ZY 聊是吧，他那个动作练错了，我不说他不知道，是吧？他能把视频发过来给我看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肯定觉得自己练的还可以，他练的还可以，是不是？他觉得自己练的不行，他不会发过来给我看，结果一发过来看，我就看出了问题，我跟他说这是不对。明了不提人，知道让这种人干看着。
六个小时，要期末考了真累啊，那你还不睡觉？要期末考了，你这个一个初中生，你天天看直播，看到12点多钟，你还怎么学习啊？你还怎么学习？一般像外地过来的，每天的训练量要达到6个小时，啊，达不到6个小时意义不大。没什么，没有这个说刻意的把这个小拇指翘起来，只是说我们的手是放松过的，明白吧？啊，骨沉，不要拽死，啊，拽死了那都是不对的，啊，拽死都是不对的，就放松。啊，这个。肌肉要放松啊，骨节要用力。哎，一般小家要学多少路？看自己，兄弟，看自己。啊，后面的事后面说，后面的东西后面学，是吧？就跟兄弟你搞这个美术的、书法的，啊，其实理是相通的，把基础打好了，后面的东西，啊，得看自己了。看这个正常，这个很正常啊，JY 很正常。你像正儿八经练拳，从上到下都疼一遍，啊，肩膀疼、背疼、腰疼、屁股疼、大腿疼、膝盖疼、小腿疼、脚腕疼，都疼一遍。这个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，关于练拳的疼痛问题哈，很多人讲，对，脱胎换骨没错，啊，初学拳术啊，身体会出现不同程度、不同位置的疼痛，这很正常，啊，那么如果你练的是对的，随着时间的推后。这种疼痛感会慢慢消失，啊，尽力就出来了。那么如果你练的是错的，那你会越来越疼，啊，越来越疼，啊，呵呵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。云流啊，你怎么天天问我这样的问题啊？没有这种说法啊，云流啊，你不能把那些啊耗时间的人。把这种做东西拿出来当做这个标准，明白吧？一般一个部位会疼几天消失？一般一个部位会疼几天会一个啊会疼几天会消失？看个人。情况，有的人身体素质好，啊，他可能都不疼，啊，有的人身体素质差，他时间可能会长一点。我怎么练拳没有疼过啊？那说明你身体素质好，你练这样说明你身体素质好啊，嗯，很厉害。我印象当中，有一个四川的来我这学拳。他是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18年是2019年忘了哈，他是最长的，啊，最长的，将近一个月，其他人都是三天五天，就他疼了将近一个月，啊，但是一个月之后，啊，他就跟什么样的，他就跟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的，哈，这个四川哪的，我一下忘了。
四川的，2018年是2019年，我忘了哪一年了，疼了将近一个月。每个人不一样。那小子身体素质太差了，那小子，他是教人家弹古琴的，教人家弹古琴的，啊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锻炼，几乎是没有锻炼过，啊，所以说一上来练这个东西，他身体的这种疼痛感觉非常明显。对，明显长肌肉很快是吧，所以说小孙练枪是对的，练枪是对的。你看了这个前两天我不是发了个视频吗，我说端枪的时候不要耸肩是吧，为什么不要耸肩，为什么又会耸肩，为什么会耸肩，说白了就手上没力气，没腕力你就会耸肩是吧，有腕力有臂力你不会耸肩。对对对，代偿，没错没错，说得好，这就是专业术语。小孙在我这跟我学枪啊，他来之前我就跟他说先把基本功打好，基本功好了过来一练就有啊，即便是一练就有他也会疼，身上也会疼。所以说你看小孙，这不就是咱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好东西吗，是不是，练嘛，身子越练越活。你和那个绝无绝一个月能碰几次啊，你们俩能碰几次啊，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犹豫，不敢当。一年碰几次吧？是，各练各的吧，各练各的吧。啊。刚开始练啊，不要一起练，明白吧，小孙？我们再，我去，再接近两个小时。哦呦，那是蛮远的。能见上面也不容易啊。这属于网友见面呢，小孙，网友见面。那个绝无绝啊，他练拳非常认真，小孙，我觉得他练拳那种对于练东西那种渴望跟你有的一拼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小孙啊，你们不了解他，人家练个动作怎么练哈，练会为止，不管时间的，两三个小时就搞这一项，你们知道吗，现在真的这样的人特别少，这样的人特别少，人家练一个那个跳伞臂走是吧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反复看反复比划，反复看反复比划，哇去，这样的人现在很少，现在很多人练个两三遍不会就是算了不搞了啊，或者说哎呦不会跳过，人家不跳，人家一个个的搞。当年这个优虎来我这学拳的时候一样的，我一看他这个撑拳打得不行，我说国华，我说你这个撑拳不行啊，我说我教你哈，我咔一教他一练啊，来个几遍会了，我说国华，我说你会了吧，会了，我说好，我说这一周你什么都别搞，你就给我练这个撑拳，人家就天天来来回回练，来来回回练啊，是不是，你说他撑上疼不疼，他疼也练。然后后来是另外一个学生叫这个小顾跟我讲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国华跟小顾说，哎呦身上疼死了啊，你看他不跟我讲，他跟学生讲是吧，
他疼死了。你这种精神，我去，他太难得了，太难得了。我在江西省，江西南昌，以前在网上总看的视频，没想到，感谢哈鱿鱼，感谢。对他反复练，要这样子的，要这样子的，要这样子。你任何东西都一样，你想出成绩，是吧？你想比别人快，你就要多下功夫，多下功夫。你喜欢抠细节，他更有恒心，向他学习，是，好这个东西就好，喜欢这个东西就好，是吧？喜欢就好，喜欢我也愿意说，我也愿意教。你不喜欢的话，还有，我觉得我一讲，是吧？这个，精神上没有沟通的话，就讲的就没劲了。要我一讲，你愿意听，你一听还有问题，我觉得这样子教学是最舒服的。毛毛，先给你看看我线上的教程，啊，先看看线上的教程，啊，这样会更好一些啊。对，这么晚还没睡觉啊，兄弟，现在都12点了。你还在直播，没办法呀，乔峰兄弟，上夜班呢。兄弟，你以为我这是瞎聊吗？兄弟啊，我不是瞎聊的，我在我直播间，我从来是，啊，有什么说什么的。嗯，咱们也在上班，哈哈哈哈，发音是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为什么你能发语音呢？喜欢八圈兄弟可以去看看我的教程哈，讲得很细。我也会指导，便于大家去学习。啊，那说明咱们抖音还是很厉害的哈，啊，就是没有识别出标点符号，白天教拳，晚上聊拳，啊，是啊，啊，这不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？兄弟们，要不就这样吧，乔峰，哦，你练太极拳，乔峰兄弟，你不应该练降龙十八掌吗？啊，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啊，太晚了哈，咱们这个看明天吧，明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，啊，还是那句话哈，加入我教程的兄弟一定要私信我，留个微。方便学的过程当中啊，咱们沟通交流啊，方便咱们课后的一个指导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拜拜，早点休息。